可以跟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人，或者是跟你撞衫的人一起照相，都是蛮好的。有可能撞衫吗？这么多？有，像我没有。哎，你这种跟上去应该很逊咖了吧？没有，很多护士蛋都白色跟黑色，没有粉红色的。护士很受欢迎吗？在那里？嗯，对。你看，真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对护士都很有幻想，很有迷思。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我就一直被别人抓过去说。Hey man, I'm sick. 我那天我大概也生病，我就说 really, I'm sick too. 那我就直接说 oh, you sick? Okay, find a doctor, make your appointment. 因为满街都搭头说 ready, just find a doctor. 你就要去吃苹果，就不用看医生了。好恶心哦，你管理员可以讲话。那你嘞？你去那个 parade 有没有看印象深刻的一些造型？那就哇。我有看到李小龙啊，他们就拿着那个双节棍打来打去。还有最近有一些比较新的电影，他们有新的造型的时候，当年的 Halloween 都会有那造型看得到。对，然后你可以和那些造型一起照相，就觉得蛮嗨的。欸，有没有哪个女生哪个辣妹真的自己主动跑上你？没有、哦，是不是？欸，那你之前办过什么呢？去那个 parade？大秀那个大老二吗？啊，是吗？是他，那就是在说你吧。我穿过古代的杀手，拿着匕首的那个，然后还有海盗，然后其他的时间，因为一开始你不是翻过那原始人的那个吗？原始人我没有去，原始人你是到泰山，我是到轰趴，对，然后可是我没有穿上parade。欸，所以你们今年你们还会在一起去吗？去那个 parade？ 我是会去的，我也会去 parade。那你要会不会遇到的话就很难找。早来了，根本就是一起去啦。我就说那 carpool 会比较好，你知道吗 ？Parking 的可能会一起去啊，可能会一起去。没有，你要从 Torrance 我才不跟你 carpool。我今年从公司直接过去。哦，没有啦，你们这很有趣的经验早就已经吸引到现场一位来宾，他也想跟你一起去。没有啦，是因为刚好有朋友。的弟弟从家人从台湾过来，所以那你自己也没去过是不是？我自己也没去过，对。那你可能今年就跟阿秋了，带对，可能想说去体验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种。会穿着你这一身小学生吧，你可能会很逊色，要再辣一点。对啊，不要，因为我朋友穿，没有，因为我朋友我们对他今天的造型很有意见，是不是？裙子再剪短一点，对，没有，因为我朋友他们都穿的很保守，所以为了大家都要一致的话，我可能也会跟着很保守这样。所以我们叫与众不同。万圣节好玩的地方。就是做平常你不敢做的事情，穿平常你不会穿的东西啊，那就强迫他们全部穿 school girl 就好了。对啊，没有一个是因为刚退伍，所以他会穿军装，然后一个可能是就是那种穿空姐这样子，所以大家都是会很保守的装扮，所以我就跟着就是很保守好了。所以你其实没有对啊，所以你其实没有很多这个 Halloween 这个参加 party 的经验，是不是？我从前年开始，从前年才开始。对 ，Well, it's not too late. Just show your turn, maybe. I'll show you the way. 对啊 ，OK. 如果你还觉得不过瘾的话，下一段节目更精彩。Stay tuned. Bye. Tina， 今天是万圣节变装趴的主题哦，因为万圣节 is around the corner。刚刚我们聊了很多，那我想现在嘞经济非常不景气，很多东西能省则省，而且现在还有人失业中哎，我只是不想想是谁而已。对啊，所以各位达人们呢，你们有什么好好一个 tip 哦，可以教一些观众朋友，在这个这么不景气的年代呢，能够做些什么出其不意的造型服装，尤其是可以 DIY 做的，有什么建议呢？有没有人手工比较巧的？对啊，手工还好，手工没有很强，可是就是在也不是这几年，就是在年纪比较轻一点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去 trick or treat 一样，对啊，对，我有去，对啊，然后就是穿那种牛仔裙，然后就是那时候你在学校里面你就会喝牛奶嘛，你就把那种牛奶罐全部都洗干净，然后就都留在旁边，然后你就当牛奶小妹，你就自己做一个篮子。
对啊，然后就是有可以勾起来的，然后我们就放牛奶，好可爱，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很简陋，我就把那个桌巾，你知道，就是在家里不是有铺那种白色的桌巾，然后旁边有花边那样蕾丝的花边，有没有？我就把它拿下，就把它披在头上。哦，亏你想得到哎、欸！我就把它披在头上，我就这样出去了。那你妈发现了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怎么家里少一颗桌巾？她怎么问啊？没有，她就说嗯，这样还不错，何必不能用？Just like you say， 那个是你在小朋友的时候可以做的那种可爱的装扮。对，到长大，你看你这一身造型根本就不符合的啊！那怎么用这个 sexy 装扮呢？牛奶裙可以短一点嘛？哦，呀，观众朋友，没错，经济越不景气呢，布料要越穿越少。Charlotte 是这方面的达人。因为我今天布料很多啊。哎、欸，你这是五年前买的哎、欸。如果今天要让你有一个机会 DIY 的话，你可能做些什么样的服装 ？DIY。我已经很懒得去做找这种花的，你应该很简单啊。对啊，反正 Google 最简单，因为格子裙大家都有嘛。嗯，那上半身就找一件衬衫剪一半、嗯，或者是直接就把它勒上来绑起来这样。哦，但是这边一定要练嘛。哦，对啊，可能要提早半年就要开始练了，为了这个 Halloween。哦，可以剪头，直接不方便了。所以那你自己本身好像没有做过一些服装哦，你看我花的时间去做跟我上网再找时间差不多啊。嗯嗯，对啊，那其实每年你都怎么样慎选自己今年要打扮的造型，是依照潮流呢还是从去年流行的前年是很多恶魔，我看到恶魔，然后去年我忘，那昨天我去的是很多 Bunny Too、oh, 那个 Bunny Yeah they'll be cute 哦, 去年是海军、oh. 不过他们通常都是这个颜色，那我所以我穿这个颜色很少哦，你说前年啊，去年，因为去年那 Press Hilton 他办海军 girl， 所以那一年就很多人办海军，像这种的，这颜色会不会太 man 啦、啊？对，就是很多这个颜色，所以很少有。我跟你那套很合。你说我今天穿很 man 啊？讲这样？不是，我说你那一套跟他很配，所以还是比较适合这种粉红色的东西，对不对？比较亮吗？对哦，颜色一模一样啊，刚刚那个。哦，对对对，所以你今年可能会穿这个喽。这我已经穿过了、啊，已经穿过了。今年再看吧。嗯，哎呀，你根本就是懒得自己做，全部都是在网上买的。那有没有其他人有一些 DIY 的经验啊？告诉观众朋友一下。